么回事？啊！你别忘了，文丽可是个黑客，他的东西处处都是陷阱。那怎么办？好像是需要一个新的密码，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。那你快点。嗯？不行，就这么打开。往那边走。在这儿吧，往里走，进去。在这儿，不行，再往里走，走啊。就在这儿了，哎，再往里走。进去啊，催呀、啊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哎呀，是多少来着？别动，想干什么？把枪放下。怎么回事，探队？张广富企图逃走，被我击毙了。田连红，收拾现场。是。林南，出息了啊！敢用枪顶着你师父了？哼！把他们俩手铐打开。不行，他们得把电脑给我。少废话，快点！拿钥匙。我们要用电脑，找个僻静地方，其他别多问。最里边那台吧。嗯，走，过去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事先的约定。你的倒计时只剩下五个多小时了。我很遵守我们事先的约定，是你们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。我向你保证，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。作为补偿，我们也帮你报了仇。张广富刚才
被就地正法了。他活着，也许会让你们觉得更加害怕吧。你现在就动手拆除吧，还剩下5小时20分钟倒计时。像你这样的电脑高手，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。如果你乱来，我会对你不客气。把所有文件删除。麻烦你，我觉得有点口渴，能帮我找点水喝吗？把电脑给我，武镇，别给他，我数三下。林队，啊，他死了。我看情况紧急，来不及考虑，所以我就。那么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那台笔记本电脑了。根本不必担心，没有人再能看到它的内容。为什么？我在电脑里安装了一个自动销毁程序，再过20分钟，只要电脑里有电，它就会自动启动。假如有人意外地闯入了我的电脑，开机10分钟，这个程序就会自动销毁。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立刻销毁呢？我知道很多人都想拿到电脑，所以我觉得它可以保护我自己。嘿嘿，果然是高手啊，你比我想象中的黑客还厉害。做黑客首先要保护好的是自己，一不留痕迹，二选好自己的退路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也许你们每天都会有倒计时，直到我觉得自己安全为止。放心吧，你保证我们的安全，我们也会保证你的安全。他们会一直护送你到省城国际机场。我不需要护送。不行，走吧。坚持下，林队。于敏，你根本就没有密码，对不对？
进入电脑的密码是文丽告诉我的，但她没告诉我还有第二道密码。文丽早就料到有这个时候，她是想借他人之手毁掉数据，她太聪明了。不好，硬盘毁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全都完了，我们再也救不出张广富的幕后黑手了。哎，功亏一篑。哼，天塌不下来，这些备忘录是张广富写的，他人在我手里，再写一份呗。对呀、啊。林队，嗯，我来这儿是向你汇报情况的，快说。张广富那边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他试图逃走。被我击毙了。谭文慧，你要干什么？电脑毁，张广富死了，这个案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就完了吗？啊，你林队，你听我说呀，哎，文丽呢？哎呀，啊，他给我发了信息，可我刚看到。想起来了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文丽让我寄过两张光盘，一张是寄给苏茉莉，另一张是寄给……哦，对了，李冬梅。李冬梅？哼，李冬梅是重要线索，我们去找她。文辉，啊，你留下清理现场，我们走。是，走。全部消失了。不，我好像听于敏说还有备份，不过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我被他们排除在外了。一切可能的隐患都必须清除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人手的问题你不用担心，我来负责。好。文丽姐，你放心吧，待会儿我们机场见。好，我这边有电话，一会儿再打给你。好。喂。喂，苏茉莉吗？我是于敏。于敏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大院。我记得文丽曾经寄过一张光盘给她一个朋友，叫李冬梅。你能不能现在帮我去把那张光盘要回来？我们很需要它。好吧，那我一会儿去给你拿。对了，今天文丽姐要去美国，你呢？你怎么了，于敏？要不我没事，你要拿到光盘就跟我联系。好吧，你们最好快点，时间有点紧。再见啊。好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已经跟苏茉莉通过电话了，她说一拿到光盘就马上跟我联系。嗯，我总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。你也有这种感觉啊？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老七，开快点。
小姐，你好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李冬梅教练？啊，行，你稍等一下，给你打电话啊。你好，你是孙茂里吗？我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亲自跑一趟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李教练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再见。说说你的想法。你看，张广富死了，魏天歌死了，崔大进也死了，这个电脑里的资料销毁了，所有的证据都消失得一干二净。你观察得很仔细，还有一个疑点，谭文辉为什么把魏天哥打死？难道真的是情况紧急？他可是个老刑警，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。只有一种可能，杀人灭口。跟兄弟们说一声，这次去省城不是在大运，做事都谨慎点。杀人灭口，那你告诉我，他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？每个作案者都有自己的作案动机，有的是为了泄愤，有的是因为钱。谭文辉有什么动机？他跟张广富认识吗？林队，我看谭文辉没那么简单，你不觉得张广富死的也很蹊跷吗？所以我觉得谭文辉跟张广富肯定有关系。现在拿到光盘没有？等光盘到手，这个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。要不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吧，顺便问清楚地址，我们直接去他家。老大盘，你们是谁呀？你们要干嘛？赶紧放我下车！苏茉莉。你认识我？我认识你们张总，你说我认不认识你？郝平贵。苏总的心里还有我，看来我郝平贵还是挺有名的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练瑜伽的盘。练瑜伽的盘？老齐，把苏茉莉的盘放一放，咱们欣赏欣赏。
你们想怎么样？我要下车，我不想回大院。回大院？你们要带我回大院干什么？郝平贵拿到了碟，是他绑架了苏茉莉，他们还要送他回大院。消息怎么泄露的这么快？我们快回大院吧。不，我们就在这里拦截他们。吴镇，打电话给局里寻求支援。是。喂，是大岳市公安局刑警队长林南，我命令你放下武器，放掉人质，向警方投降。林南，你不是想来抓我吗？来吧。郝平贵，我奉劝你不要一意孤行，罪上加罪，投降吧。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。住口，在中国的地面上是不会有你们容身之地的。快投降吧！你不想让他死吧？他可是你们所需要的重要人证。上！我们是省纪检委的，李玉平，你涉嫌滥用职权，冒充领导名义收受他人巨额贿赂，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地点交代你所有的问题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第几次进来了啊？怎么成熟人了你？脸皮越来越厚是不是？喂。还故意。哦、陈队啊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哦，好，我马上到。救不了你了，没事儿，陈队，你找我有事？唐国辉，你被逮捕了。So, and you, Sito Rose? I, not bad. Which city are you in? Beijing. A living city of America. Yes, your name tells. I want to go back to China for traveling. Where do you want to go? World Goose Mountain. Huh? You must have been there. Who are you?啊？难道你 ？Yes, it's me.
文丽。你在身上，我在身上，我们相聚在这个地方。